告诉我们如何时时刻刻观察我们的自己的内心，然后用智慧呢了解我们情绪的生灭，然后呢也是用智慧当机立断去除我们的脑热。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增进我们的自我成长呢？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大家好。是师父，我觉得啊，能够做到像您说的，就是观察自己念头是怎么起的，然后呢当机立断让它灭掉，我觉得已经很棒了。那还有更棒的吗？没有更棒的。就是说自己自评，还是这原则是这个样子啊。先了解自己的心念的活动，自己的情绪的起灭，然后如何的处理自己的问题。是。然后呢？也不是然后，其实根本就是同时的。所以同时就是说，修养啊，是对自己的这个烦恼的减轻，智慧的成长。对于他人呢，也就是慈悲的增加。嗯，慈悲的增加，慈悲的成长，也就是自我的成长。那这个对他人如何的慈悲成长？嗯，那有的人认为，嘘寒啦、温暖啦、做一些关心啦、再送一点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给他谈谈话呀、聊聊天啊、安慰安慰啊，这个大概就是够了。其实不容易啊。有的人很容易跟人相处，有的人不容易跟人相处。一般的人认为这是自己没有人缘，自己啊不善于讲话，不善于表达，这也不一定。有的人不大会讲话，不属于表达，但是人缘很好。有的人嘴巴很会讲，但是呢就是人缘不好。是。那这并不一定是因为自己会讲话会表达才是呢真正人缘好的。人缘好不在于此，人缘好是在与自己这个人能够有同理心。所谓同理心就是说自己所有的问题相信其他的人也会有，相信自己的问题希望如何解决，相信他其他的人的问题啊也需要解决。自己不希望有什么人刺激，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刺激，相信其他的人也不希望有人用什么样子的语言来刺激他。自己希望啊这个怎么样子平息自己的烦恼，我相信其他的人也希望如何的知道平息他们自己的烦恼。就这样子的时候啊，就这个一种推想啊，以后就是将己将人心比己心，或将己心比人心，就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设想了，就是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就是他这个立场如果换了我的话，我会怎么样？我希望别人怎么样对我？对，我怎么想法？我希望人家怎么对我？我自己会怎么想？但是呢，通常的人没有不会这样子想。哎，你这个不行了，你为什么那么烦恼？你为什么这么难过？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哪有这么多的问题？气死你嘛！你自己真是自讨苦吃，老是骂人家，其实没有好好的去啊，为设身处地为他设想一下。是，也许自己在同样的境界里的时候，更糟了。更糟糕，也许自己不糟糕，也许真的自己不糟糕，自己的资源。自己的技能，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能够处理的能力，如果是跟这个人呢不一样，那自己当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这是自己因为自己成长了，但是自己是成长的过程之中，一定也经过有许多人家看我们，人家。来啊对付我们，人家来啊这个怎么样子的跟我们的相处或者是跟我们的想要求我们或者是批判我们，我们自己会接受到这些问题。有的我们常常觉得很委屈，根本误解嘛，根本他不了解我嘛。我有现在我有好几个徒弟都是这样子讲，师父啊，你也很误解我了。师父啊，你不了解我们了。这个也就是说，我自己不是他。因此呢，
给他们的要求啊，或者是给他们的一种有训练啊，他们觉得师傅啊，你讲的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啦，师傅啊，不一定，我们不一定就这个样子啊，你这是你在想，你在想哎，那像这样子来讲的话，我就是不够慈悲，啊，我的智慧不够高，真的，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有的时候呢，我是具体我是正确的，而他们呢层次不够，程度不够，我当时要求的是对的，我的训练也是对的，但是他们接不上头，他们说师傅啊，有时候他们在讲师傅啊，你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下爬，爬。师傅的这个不是标准，而是师傅呢，不是师傅的标准高，不是，而是师傅看得远，看得大，而师傅看得深，他们来不及看得没这么高，没这么深，没这么远，没这么大，因此呢，我讲的时候，他们接不上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师傅好像是不了解他们啊，误会他们了。但是好好的在跟他深刻的他们谈的时候，谈到最后，他们就觉得师傅很慈悲。那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如何的让人有意，让人呢感到有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有需求的人呢，就是父母啊。现在很多的父母是不会做父母的，孩子。要什么好啊就给你，孩子不要什么好啊你不要，孩子是要怎么安好，完全顺从孩子，顺从孩子，那么这个孩子这个没有一定的这个是非的标准，也没有一定的啊这个做人的尺寸呢、啊、那么在这个情形下，那不是疼爱孩子，而是溺爱孩子，害了孩子的，这一点呢，用如果用智慧来观察对方的这个心理啊，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要下一点功夫，第一个是自己的智慧的反应可以判断出来，第二个要研究了，慢慢的看了、要一段时间来看，陆陆续续的看，看了他反应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会下边是会出现什么东西，这个呢是也是非常重要。